家的花园、啊、他把吴家的花园改成 这种大的政治艺廊。也有看那个电影啊，无声电影啊，有歌舞团啊，还有看过那个投影也看过。以前做的电影啊，无声电影，一个人坐在那个前面啊，他说明那个剧情就这样子，他还可以当成你的男的，他都声音都有办法见。